解说不在专业声音有些猥琐，我先上面的直播间的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录音的坦克视频解说。这个不认识啊，不认识啊，全都不认识，你们自己看字幕吧。啊、不，他那个军团我真的不认识啊，前面的我认识啊，啊，不过还是不愿意练啊。啊，他开了五九地图是这个练丘陵标准模式，我们在上面的终点为欧耶走。哎靠，家里面书架已经不够用了，看来是时候弄个新书架了。五九的话，哎，其实我对这个地图不太熟啊。我一般开五九，我是在那个地图中间那里晃悠。我看看他走这边是个怎么个走法。然后我看哦，他是趴这个坡，我想也是，他怎么可能走那边吧，那边一马平川啊，打的妈都不认得。但是进来那边就来了个中坦啊，因为还是有些房子，他可能仗着自己比较扁平啊，他还是被打了。亲爹平底锅，我昨天看到微信里面一个搞笑的视频，一个男的从一个平胸妹子面前走过，肩膀碰了她一下，然后那个女的就说：“哎，你干嘛啊？你碰到我胸了啊？你胸是平的，我怎么就碰到了嘛？”那个说：“地球是圆的，为什么走路？你觉得，他这个，是平的呢？因为他大。”哎，尼玛！啊！我靠，联通发短信来提醒我交费了吗？这个愿望交费了，我等会儿去交。目标被击中，联通可见了。时间一过，立马停机，贱了一逼啊！哎，不过好像他们都是这样，都一个德行。好，在这个地方，哎呀，也是撸的飞起。但这里你要小心的，一个是右面，一个是天的火炮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，它跟中间是互相支援的。如果中间那里站不住，那这里会被黑成狗。但中间那里要想站住，这里你要想升过来的话，那他们这边的野，你得要压住。那个一旦被压住了，那公路那边就也推进了。允许射击，他是这么多人。我们重创目标。目标被击中。然后过来看见了对面的五九，哎，来都是五九，漂亮啊！小心旁边的这个东西啊，他过来可以把我们这边黑的妈都不认得，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。哎呀，平底锅你这么骚！为什么这么屌？
我靠，有个妹子在微信，不是微信，是一个某软件上卖给我东西，很便宜，然后就要到他电话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来去绕妹子，你只要去买他们的二手东西就行了。对吧？这个妈的，你要个电话，你要见个面，妈的很正当的呀。然后老夫的后宫就又要有新人了。锁定目标。哎。目标锁定解除。刚才激动了，他没打到。把他干死他！跳弹！那可能是隔得有点远。那个是本子重弹。本子重弹也是有点骚。关键我没见过那种，妈的长得那么四四方方的。好，你屌啊！正好你断腿了，干死你！目标消失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哦，联通还专门有个 APP 可以查话费。啊，我该交250，欠了240多。妈的，为什么这个金额那么扯？发现目标。哎呀，撸一枪，来，好漂亮。目标锁定解除，已经干的妈都不认得。打得好，现在他们那边的人好像都是存在公路内，而且我们的人现在已经都围过去了，马上就要跪了。好，你屌啊，你刚才不是很硬的吗？我看你现在还硬都硬不起来。我们重创目标，把他干死你。还有个土鳖，你们看，确实看得出来这个东西体型是非常的巨大。我靠，也是真是很能扛啊！啊，但是被干死了啊！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是7678558289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这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